三角形 ABC 中，已知 BC 边长等于 8,cos A 等于三分之一，是求三角形 ABC 的外接圆半径啊。我们可以利用正弦定理，可以知道这是 A 边 sin A 分之 A 等于 2R。那我们要先知道 sin A。cos A 等于三分之一，所以由 BC 定理可以知道另外一股是根号8，所以 sin A 等于三分之根号8，把它带进去，所以 2R 会等于三分之根号8分之 A 边的话是8等于3根号8，根号8的话等于2根号2，所以等于6根号2，所以大R的话等于3根号2。